要摆一下我们的阵型。没有，我觉得大家站闪闪开一点。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用带的耍跟就好了，因为用浪紧的做这样子，都不是不是很好。我觉得太多人会不知道要干嘛的，就是人家欠你100万，然后不管，可能那个浪紧就是看你俩，然后这样子，看这个要对，好剩下就是在前面就自己对，就是那个踢撞你说啊，我只要买，我都被我的篮球挡了，对，就这个就是这样，对，你那个装饰，其实我朋友那时候是这样哎，没有，定了，你的妆感觉都没，位置就定了嘛，然后本来就是。